and world champions, Chinese Taipei! Again, our world champions and gold medalists,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Chinese Taipei!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啦啦队代表台湾国家队前往美国奥兰多参加世界啦啦队锦标赛，在决赛的过程中精准地完成每一个舞蹈动作，击败强劲的对手美国队，顺利赢得特奥组金牌。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once again our world champions and gold medalists,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Chinese Taipei! 来自苗栗特殊教育学校的20名选手几个月前得知将代表台湾出赛，除了立即展开密集的训练，还使用融入客家元素的音乐设计全新的动作，最后更要克服经费的问题。苗栗县长钟东锦赞扬他们虽然是漫飞天使，但都是台湾跟苗栗之光。其实教育体制哈有这个必要，而且我们应该要更有心，好好来栽培他们，让他们的人生哈也可以享受一些成就啊。有鉴于各类型的运动选手出国竞赛往往面临最实际的经费问题，钟东锦表示县府将在今年的预算中提高出国比赛的经费，希望可以获得议会的支持，让苗栗的选手们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吸取国际经验，获得好成绩。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